给大家带来那个奥特曼的动画。今天咱们选的这个奥特曼是梦游师，对，对战的这个家伙是赛博奥特曼。我看咱们这个赛博奥特曼还是非常厉害的，压力大。小样，给你脸了是吧？还没还手，直接这么嘚瑟。他头上的这个武器还是相当厉害的，不管是他画大刀还是小刀，只要他头上这个镰刀碰到他，马上就被他干趴了。那又来了，哎呀我去！这样有意思吗？是吧？既然这个组合被在我发动发现，就是一下子。哎呦，哇，这家伙竟然还能乱想！又来了，哎呀，这个太狠了，直接把我们这个。好像还解决不了他，那咱们再发一个吧。